嗯，那这么开心啊？有什么好事儿？没事，那个谁，一定先忙你的事儿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我走了，浩姐。哎，说你的事儿。嗯。好心的，心到行。哦，出来了哈。 老公，起床。嗯，再睡一会儿。快点起来！你装什么睡呀？我正在想，娶个老婆来干嘛？嗯。刘一翔，你来劲是不是？你说你娶老婆干嘛？你把我娶回来，难不成把我当阿姨当保姆啊？我今天啊，就要正正负刚，啊，说不起就是不起。 我说大爷，饭已经做好了，您是吃啊还是不吃啊？是不是让我八抬大轿进去请你啊？哟，哎呦喂，您这是怎么着了？睡一宿练的什么功啊？鼻血都练出来了。哎呀，怎么着了？你自己还不清楚啊？ 周都糊成这样了，你说我能有什么表情？哎呀，想起你当初嫁到我家那会儿，干事多麻利，多热情啊！人都说越老越不中用，我看你啊是越老越懒，越来越没人情味了。不是你说谁老呢？啊？我看你现在才是越老越斤斤计较，你事儿怎么那么多呀？我以前给你熬一锅粥，你一口气全弄喝完了，还说好喝，你那会儿的包容心现在哪去了？ 那你那会儿还小鸟依人呢，现在打人的功夫倒是见长，啊，你那温柔体贴跑哪去了都？
雷一翔，我这饭已经做了，你要想吃呢，你就踏踏实实坐着吃，不想吃你该干嘛干嘛去。睡着了对老公都能拳打脚踢，我看你啊都快赶上千斤神腿功了啊。啊，青云这么一碰我的鼻子就流血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去参加武术大赛呀？雷一翔想干什么呀？啊，我那是故意的吗？你这不是纯找事儿吗？我睡着了我碰你一下怎么了？我那又不是故意的，我睡着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你说你睡觉的时候那些臭毛病，打嗝放屁抠脚丫子，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你？我说过你一句吗？幸亏啊只是鼻子出点血着点凉。哎，你说我要是喝醉了，我倒到浴缸里睡着了，我可能死了你都不知道。你今天是不是跟我这儿找事儿？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是不是？你要不过你就说一句，咱们就离婚，别拐弯抹角的。离就离。你说离就离啊，还得等我批准了再说。噎不死你。这雷吉强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天天跟我这儿找茬。今天早上我们俩大吵一架，啊？难不成真像你说的七年之痒？你别说，还真挺邪门的。你说以前他对我那是百依百顺，我说什么是什么。现在倒好，动不动冲我喊，冲我吼。今天倒好，直接给我摆上架子了，好像我有多讨厌似的。那你就让让他呗，反正你都占了那么多年上风了，男人嘛，不就是要点面子？我估计啊，肯定他是经常被人说是你这个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，心里不爽了。他不爽，我还不爽呢。我告诉你，雷吉祥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就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，顺着你的杆就往上爬。不光是他，这天底下所有男人全一个样。你看着吧，这把我跟他死撑到底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哎呀，你这说的也有你说的道理。哎，行行行行。你们俩的事我也闹不清，不管了，学着点啊。来了。哎，欢迎。哎，进。哟，你这不错呀。哎，你现在等于正式搬进来了。也没有，来坐。哎，嗯，这不是比较清静吗？干活比较方便，装修的挺好的。嗯，哎，这家具都是你买的？一小部分吧，大部分是房东送的。是桑一玲吗？啊，没有他还有谁啊？来，咱们抓紧时间干活，争取天黑之前把这点活干完了，好吧？啊。现在他们怎么说？缩减投资。缩减多少？5000万。5000万。一共才1亿的投资，那砍掉一半，这活没法干了。缩减投资是必然的了，现在我们只能想想我们的策略。你怎么想？以退为进。文丽，真是你啊！这么久没见了。怎么是你啊？就够倒霉的。怎么叫倒霉呢？老同学相见，你不高兴吗？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不是，我开车送你，咱路上聊。用不着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还有方子丹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在骚扰依琳。不是你这么做什么意思呀？用词不当啊，这怎么叫骚扰呢？确切的讲，我现在在追求他。追求？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甩的他。是，当初呢，我是对不起他，所以现在来补偿。你不是有女朋友吗？怎么着？你还想再让依琳伤心啊？你不了解情况，
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想挽回，那么如果依琳愿意回来的话，我马上就是单身。哎呀，方子丹啊，也就你这种人能说出这样的话。哎，我现在真庆幸依琳当初被你给甩了。你一点都没变呀，说话还是那么冲。但是这次你真不了解情况。我跟你讲，这么多年来，其实我对他一直有一份亏欠在心里，所以一直想跟他重归于好，真心的挽回我和依琳之间的感情。所以你看，你有机会能不能帮我收拾好？哎，打住啊！不可能，依琳她好不容易有了新生活，她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，根本没有考虑感情上的事儿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啊！哎，你不知道吗？依琳现在正在热恋当中啊，她没告诉你，你们不是闺蜜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吴海滨，依琳现在的上司，他们现在已经在一起有一些日子了，你不知道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就算真有这事儿，他第一个告诉的人也是我。还闺蜜呢，告诉你了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那我问你，这个吴海滨已经搬到依琳三年前买的那个房子里，这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事儿啊，这我当然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就是房东跟房客的关系，他们的关系仅此而已。你别出去瞎造谣啊。再见。房东跟房客，他们的关系就这么简单？精神病，不会是吴海滨给弄的吧？王先生，我问你啊，这个蒋梅的精神病是跟吴海滨结婚之前得的，还是之后得的？人都死了，你干嘛还想知道？我就是想弄清楚啊，这个吴海滨是明明知道娶了一个精神病的，还是让人给设计了？好，这个可不是容易查到的事情。是不容易啊，赚钱很容易。明白了。不过那也得让他们追加到8000万，要不我们没有合作的可能性。我也是这么想。啊，把你的资料给我看一下。哎，你们怎么在家呀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跟文丽玩去了吗？我怕你平时不买东西，我给你买点东西储备这儿。啊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同事韩娇。你就是韩娇啊，桑小姐吧？你好。你好，我老听吴总提起你，也不是老提起，反正提起过你。我有看过你的栏目，你本人和上镜都挺好看的。要不这样，你们两个先忙，我先把东西放冰箱。啊，好啊，好好。哎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咱们继续。啊。刚说哪儿了？这儿。哦。
哎，慢点走啊！散步这么着急干嘛？以后你们家有人，你能告诉我一声吗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觉得不太好呗。你又想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是这么着，我们俩呀有点公事要谈。今儿不是周末吗？我懒得到公司去，我又不想到我妈那儿聊，所以只好约到家里来谈。我怎么看你们都不像是在谈工作呢？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谈情说爱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真没这意思，就是你俩坐那儿聊天那个状态，让我觉得像是多年没见的知己在一起谈天说地。多年没见哪儿瞎掰，但确实我把他当朋友。你不知道他帮了我多少，要不是他在我妈那儿，我不知道头有多大。但不管怎样，以后他在这儿，麻烦你告诉我一声行吗？要不然见面多尴尬呀。不会再有了，等下回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桑一鸣是我的女朋友，尴尬不能够。我觉得你还是上镜穿带颜色的衣服好看，显得皮肤特别亮。下次就多选这样的。你们店那粉的特别好看。行行行，太好了，你们俩都在这儿呢。过两天小聚一下，有时间吗？谁请客啊 ？It's me 呀。这么大方，必须的必。都谁呀、啊？我，雪红，好心。哎呀，赶紧给我倒杯茶，渴死我了。说曹操无总道啊！啊，什么事儿？啊，周末小聚我请客。啊，周末呀？周末我可能不行。哦。那吴总呢？啊？周末我想我有什么事儿没有啊？你有事儿？什么事儿？这么重要的事儿忘了？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能忘了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周末我有事儿，哎呦，我还真得去一趟，那怎么办？改日吧。行啊，那既然这么不巧，咱下回，好不好？你得去啊，到时候我通知你，好不好？那我行，我先忙了啊。刘导，那个我得泡茶去。